出炉是大马德中利日现身活动和 fans 玩游戏，又现场献唱和大家一起过圣诞。仲有 fans 拎了他12年前的绝版专辑出来攞签名添啊！是啊，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啱啱我收拾屋企的时候，佢都见到我仲有啲存货喺度嘅。我有两张 CD 出过，咁啊谂住，咦，不如趁有活动的时候送下俾啲 fans 啦。咁我都未有具体的动作做，今日佢见到佢攞住张 CD， 咁所以我觉得是好感激，因为都十几年嘅，唔会啦，系啊，即系我觉得。演員我覺得 我自己啦，唱下主題曲是好的，因為演員唱主題曲那個感覺，大家觀眾看的感覺都強烈的，你說做歌手真的沒想了。馬德鐘又說平時都會跟仔仔在家裡 jam 歌的，仔仔都好像說對演藝圈很有興趣，會不會考慮一下讓他入行試下？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，咁佢都係而家都仲係讀緊書先。咁佢而家，我覺得佢而家 focus 最緊要就係讀書同埋游水先咯。咁你話其他工作上嘅嘢，咁我覺得機緣巧合佢都可以見識一下嘅。咁但係你話係咪而家要入行，我又未睇到佢嘅方向，因為佢方向都係佢自己選擇。